说吧，闹腾什么呀？放下，优化措施做完了？还没有，还是策划部的需求修改了。那个也没有。还有你，有没有点自知之明啊？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跟我说来。哎呀！ 江总，我们来学校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。 石哥你好，请问你认识江逸成吗？我们计算机系的大神，这里没有人不认识他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现在应该在研究生院。对不起啊，没事。逸成，等我一下。 对不起。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任性，臭脾气。你跟踪我干什么？ 师哥你好，我叫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别再跟踪我了。下面有请颁奖嘉宾，我校优秀企业一成科技公司创始人江逸成上台为获奖者颁奖。恭喜。谢谢。恭喜。 恭喜，谢谢。请颁奖嘉宾，获奖者可以走。拍照了，拍照了。走快点啊！傻笑什么？我就是没有想到还有机会跟师哥一起回学校。那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。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拜访李教授啊。你上学的时候应该也听过他的课吧？完了完了，见到李教授不就彻底穿帮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疼得这么及时？你应该也是上学的时候见老师就肚子疼的人吧？或者是老毛病了。既然是老毛病的话，去教授办公室坐着吧。走。师哥，我肚子真的疼。 你能不能帮我买杯热饮啊？你是不是拉着我怎么买啊？晚饭了。看你还有什么话找我。你好。你好，你们找谁？ 我找李教授。教授不在。没事，我们等他下课。教授家里有点事情，您先走了，你们等也没用。啊，好不凑巧啊！今天白跑了一趟。哎呦。
多谢教授救命，晚点再给你解释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艾漫展活动的负责人，有人向我推荐你来参加活动，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我刚好想去，但是没有抢到票。哦，我还差一名 coser， 你有没有朋友推荐啊？我们的报酬要比同行高得多。哎，有的有的，正好我室友明天休息，谢谢你啊，那我明天见。不是要当雕吗？我儿子，走，前面有赏一游。哎，等，儿子，邻居借我试试。哎，车上我这褶子，不行，陆离不在，你就欺负我，不行。哎，对啊，那你怎么没把陆离叫过来？就是啊，我朋友一共就给我四张票啊，肯定先牺牲那个有女朋友的，这便宜你们这帮单身狗了吧？老袁，仗义啊！别人说啊。去哪儿？哎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也来了啊！哎，快，怎么着？快点招呼。哦，我数一二三，咱们就转身。哦，三，耶耶！哎，怎么都走了？没人拍咱们。是啊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咱办的不像吗？啊，有。哎呦，问题永远出在你身上。你看我怎么断的？全是右臂，你断的左臂。你。哎，不是我看的那个断的就是左臂啊，是左臂吗？我不清楚啊，是左臂吗？不清楚啊。儿子，到别处游一游。我记得我哎，听我说，